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现在呢来讨论另外一种电场。好，但是这种电场的讨论呢，还是依照点电荷的电场为基础。那这种电场呢，在电学里面也是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哈。这个电场呢叫做均匀的环状电荷。所谓环状呢，就是它是一个圆环啊。那它上面呢分布了很多的电荷。 好，而且分布的是一个正电荷，那这些电荷的总带电量呢是 Q，是 Q。那现在呢，我们在距离环心的正前方这个 x 的地方呢，有个点叫做 P 点，我们现就是来找出这个 P 点的电场。那我们找的方法呢，很单很简单，我们把这些这个这些电荷呢，把它分成每一个点电荷哈。 那每一个点电荷的带电量都是小 q，好，那你可以发现哈、啊，每一个电荷到 P 点的距离呢都是 r，好，不管你这分布在什么地方，好，到 P 点的距离也全部都是 r。那现在呢，假设哈、啊，上面这个电荷哈、啊，到 P 点的这个电场的方向呢，它是往下的哈，往这个方向，因为它是一个正电荷。 那它的对称点是在下面，对不对？所以它到 P 点的电场方向呢是往这里。那我们把这两个电场呢都分解成水平向量跟垂直向量。那你可以发现哈、啊，因为这两个电荷的电量都相同，距离也都相同哈，所以它们这个向量分解完以后呢，它的垂直分向量是可以互相抵消的。 所以它们的水平分向量呢，全部都是在环形的正前方，侧方也是哈。它这个侧方的这些电荷呢，到 P 点的距离通通都是 r，那电量当然也都一样哈。所以分解完以后，好，它们最后的总方向呢，全部都是朝向 P 点的正前方。那我们依据数学的推论呢，哈，我们就可以得出这个 P 点的。 电场的公式哈，就是求它的合向量，就是乘上这个 cosine 的西塔。那以这个直角三角形来看的话哈，我们可以知道 cosine 的西塔呢，它是等于这个根号的哈，a 平方加上 s 平方再乘上这个 x。那这个是代表，就是利用这个数学公式的推导哈，我们就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我们来看它的两个特例，哈，就是说，第一个特例就是说，当如果当 x 极大于 a 的时候，我们晓得，如果 x 呢远大于 a 的时候呢，那基本上来说，这个圆环呢就视同它就是一个点电荷，所以以点电荷的公式来讲，它的电场确实就是这个，就是点电荷的公式。但是我们从刚刚的导出呢，我们来推论这两个公式是不是吻合的？好，你可以看得出来。 S 当 s g 大于 a 的时候呢，这个这边就可以把 a 呢消掉了，这边也可以把它消掉。那这边是根号 s 平方呢，就是 x 哈，就又跟上面的消掉了。所以消掉以后呢，你可以发现它确实就是一个电荷的公式。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特例。我们再看这个例子哈，就是当 s 趋近于零的时候，或者几乎就等于零。 S 那 S 如果等于零的话，等于 P 点就是在环心的位置。那以这公式来讨论的话，你看 S 如果等于零的话，那这一项 EP 呢？当然 P 点的电场就是等于零。为什么它会等于零呢？你看环心的位置的时候，它们的对称点的电场呢都会互相在环心的位置的电场是互相抵消的哈。这个也牵扯到这个孤立导体。 的电场哈，在内部的电场一定是等于零，好，那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这个均匀的环状电荷，就是这种一个圆环的带电体哈，它所得的电场呢，显然是跟 x 跟 a 之间的距离呢，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关系存在，好，好，那有关这个均匀环状电场的。 观念呢，我们就介绍到这里。